闽南话，丰盛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切抄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指菜色丰盛。哎，我来住到这里啊，切抄。晚上怎么煮得这么丰盛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。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